干事，多谢你的好意啦。啊，这阵啊哦，有影较无闲，等我代志无闲煞，我才招阮爸做伙去遐找你佚佗。好啦，会啦会啦，阮要过进前哦，一定会先打电话你。哎，再见。兄弟啊，迄边仓库的货吼，我甲阿伦拢一定点好势啊，啊，这货单吼，你看麦啊。好。我拄则听你伫电话中讲要招一个去佚佗，啊是要去倒位佚佗啊？啊，就信义乡农会总干事啦，伊敲电话给我，讲叫我若有时间，才带阮爸去遐找伊佚佗啦。我听人讲吼，讲南投遐吼，即摆建设了袂歹呢，其足侪所在吼，足好佚佗的。对啊，目前南投有开发真侪观光地区，根据我所知影，有葡萄园、梅仔园，还佫有酒庄。即马若去南投，唔来去佚佗，阁会用食到足侪足好食的农产品。嘿啊，即马吼南投遐出产的农产品吼，拢有搭一个人工数据的商标呢。啊，这个商标吼，就是品质的保证，万一票面吼，咱这消费者去买到一挂无好食的农产品。啊，那真好算哦，兄弟啊，啊你就会用较济个斗阵去佚佗啊。哎，哪有法度啦？啊，即阵啊吼，拢无用过因遐代志，公司吼的一挂工课拢我未处理好势咧。而且我永远目前嘛，搁伫个隔离病房咧观察啦。就算讲要去佚佗，嘛爱过一阵啊。咦？啊，不过我能叫阮爸家己先去遐佚佗啊。你啊，啊，你哪有这款想法啦？啊，阮爸即阵啊拢咧无闲阿细只因兜的代志，我惊吼，互伊插袂到地，若是共母甲吐槽，还是要安怎？我们才想讲先过去佚佗。你安尼想对啦，啊姐啊吼，伊做代志做冲动的呢，莫死搞吼，安三母四母，啊大阿叔只因某佫母一个胖囝吼，迄都害啦。对啦 ，Allen， 嗯，阿辉姐吼，只要伊都要去南投啊，啊伊就对姐啊吼去南投遐踅踅咧啊，还是做散散心啊。嗯，啊我无甚物代志啊，我哪就需要去遐散散心啦。阿舅毋是讲伊不爱嫁你，啊伊毋是为着这个代志吼，我做过来讲。啊！利用这个机会哦，先出去啊，安尼透透气啊，心情嘛较轻松，对不？死大老兵啊！你是来作超过呢？我已经将这件代志甲放我袂记起啦，啊！你搁给我提醒，我恨你！Allen， 懂呀懂呀，哪能讲？您回来啊！伯，恁若一人伫遐坐啦，啊，阮爸咧？免管恁爸啦，坐啊，阿伯有代志要问恁啦。阿伯，你有啥物代志要问？阿伯食到遮尼侪岁啊，啊，毋过有一件代志，安怎想都想无呢。阿伯，若是讲连你若想无，安尼这件代志一定足严重哦。讲严重嘛严重，讲无严重嘛严重，啊，不过吼，一个干爹啊，我无甲头皮有这个油咧。啊，到底什么代志啊？我唔明，这人的一生中吼，到底什么上重要？读书上重要，爸爸讲爱好好读书，以后我大才有路用。很好，这么细汉就知影做是有路用的人，阿咪记你咧。我感觉爱一个人生活做伙，啊，大家拢勇勇行行，安尼才上重要。很好，你就希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对了。对啊，是大人这么辛苦才把阮饲大汉，阮当然嘛希望讲，因会当身体健康，无烦无恼，这才是阮做事世上大心愿啊。很好，就是爱让是大人无烦无恼，身体健康，安尼才正确嘞。对啊，是大人若有拄到什么困难哦。我一定要跟他想办法到解决啦。水，我唔知道你这么友好咧，小玲，今日掌声鼓励一下。阿婷，恁爸今嘛困难咩？阿伯，恁爸爸有啥物困难？唉，恁爸爸的困难就是，伊下无用下二十年啊啦，啊真无简单去找着，无啊今嘛你讲无爱回转来团圆哦，伊真足可怜，够可怜的可怜啦。我嘛知影你母啊，少年时阵做真侪唔对的代志啦，啊，不过伊即摆有报应啊。
你甲看嘛，诶，你外口流浪遐尼侪年，搁咧路边卖迄玉兰花咧，很可怜咧。哎，即摆嘛反悔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作家你是说啊靠八长诶啦，互恁母啊转来，安尼毋则对。有啊，我想要互恁妈妈转来啊，啊，毋过姐姐反对。阿伯，我知影你最友好诶。所以讲，你袂当让恁老爸烦恼，你一定要哦完成伊愿望，安尼唔才对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恁老爸有花安尼，伊会当阁活几年？伊用伊一生中开二十年咧等恁母安尼，敢讲？你要等到哦，恁爸咧娶起时阵，你才愿意让恁母倒来，安尼毋是足可怜的？亲像人咧讲，失意之儿好不足，失意养儿亲不待，你真正是人生中上可怜的代志哟。阿弟，有愿意让你母阿回来无？我愿意。很好，阿弟，你耶？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其实我拢知影你心内哦，早就愿意让你母阿回来，只是你歹势讲对无？无要紧啦，阿伯，让你老腿，让你落台，吼。安尼真好啦！啊，既然哦，恁两个拢答应啊，哦，这是上圆满的结局啦。哦，哎，孙奶奶，咱即马就来用哦，上老年破阿姐欢迎这对破镜重圆的老东西出场。安尼破阿姐过来一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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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丽姨，你答应让恁母啊回来厝里住。啊，人答应就好啊！你敢若问，等介绍当生气，我顶落你。美琪，你敢真正肯原谅妈妈过去所做的戆代志？我给你保证啦，我以后一定会尽一个做老母的责任，好好给恁照顾，绝对袂让恁失望的啦。很好，我错袂用哦，伊阁完成一个任务啦。啊，什么声？什么声？啊，无你今麦是安怎？啊？奇怪，我听着我的大肠哦，甲小肠哦，甲胃咧讲话呢。伊咧讲哦，奇怪，咱规个仓库拢空的，拢足久无进货啊，因足烦恼的呢。那呢？好啊，你，你讲的五四三，讲的无人听有诶啦，你假鬼假怪哩。好啦。知影意思啦，我等下叫阿东吼办一桌啊青草青草，互你效果。哎呦呦呦呦！啊，你真歹势咧！哎呦，我赶紧打电话去因爹哦，叫伊给我面床头迄罐我上好的烧酒摕来才啉下。恁当然，我只烧酒规大堆，透海吼，表示我的诚意甲感恩吼，请你。袂用的啦，你就请我规大的酒钱来当够你请啦。我咧讲哦，你今日坚持要请哦，互你请。我就知哦。好啦好啦，请你啦。逍遥诶，先生啊，那恁爷爷拄啊敲电话转来，讲伊甲恁到浙江哦，水到位啊，较等一下吼。哦，爷爷，奶奶爷爷转来呀。嗯。哦，已经拢穿好势啊。阿狗啊，你著看卖咧，搁真青草呢。有有有有。啊！你电话中也无讲建良要做伙来，啊，我才第四碗饭尔嘞。哎呦，啊，才第一饭也毋是偌大个工事啊啦。建良啊，你若是会邀，家己去提碗来顶。阿伯，唔免啦，恁食就好啊，我袂邀啦。哦，阿妈啦，大家巴肚枵，来来来来，开动开动开动。稍等嘞，女嫂，啊，大姑嫂，啊先生，等咱等下食饭已经等到巴肚枵啊，啊你话代是话安怎啦？你这个人真袂晓主动呢，丽莎。啊，我甲你捧啊，我也无跟你甲我饲啊，我乃无主动。高姐，阿伯毋是讲食饭的代志。嗯，我坐桌边啊，毋讲食饭代志，要讲啥？阿伯是讲你裤袋的代志。我裤袋啊，也无破空啊。你的裤袋啊，有半角无半角，那是你家己的代志。
我即摆是伫烦恼讲，你裤底啊底遐物件，底遐尼饱哦，唔知许顶出来无？我讲过恁这人啦，食饭唔食饭，讲讲遐有诶无诶，我拢听拢无呢。阿姆，你听无？我解释互你听，就是甲高姐抢两万外块，迄两个少年家吼，去用掠警察局啦。啊，遐个钱因开不完，搁剩万外块，有向高姐啊。所以即摆吼，伫高姐个裤袋啊内面呐。阿狗啊，啊你去用抢去遐个钱吼，是替海钓场收的钱呢。啊，迄两个唔知迄落开不完，应当遮个钱，你爱提出来向恁二婶才对。是啊，歹势。阮二婶讲哦，迄钱用抢已经抢去了啊，迄条还迄条，这条还这条，无共条。振亮啊，你阿爸吼年岁有啊，记忆较歹，你爱替我记条条，讲恁到一个欠我万几块，伊这条万几块，那是一世人无还我，我死目唔愿去。阿爸，我知影，我一定替你记起来吼。振亮啊，这个代志你要去报警。高姐，我是要报警，我是要把这件代志哦输入记手机内面。爸讲话遐奇怪，遐歹食饭，我家己爱食饭啊。唔是你伫醉，是恁厝的涂骹忽然间变无平。阿你阿舅的，我去挂来啦。搁饮，搁饮就赶紧静啊啦。吼，这人阿去遐紧。阿叔，你来哦。嘿嘿。错不要你送，阿恁来饮到安尼啦。阿今仔日这欢喜的日子，煞变点样嘞？阿都欢喜到底啊，就那点我遐饮啦，吼。啊，饮到这就行啦。啊！即卖人我甲送转来啊吼，无我代志啊，好我来走。哎呦，啊那遐赶紧啦，坐一个啦。无啦，我厝即卖登楼咧，我会紧转去。好好好。草皮啊，较早困较无梦啦。哦，啊不是你倒啦，继续你啦。喂，喂，快啥啦？哈，袂忍哦，落摆空饮到安尼啦，够闹开的呢，饮到你用吵转来。我好差的，差你个卡床了，差的来。哦，原来就是你转来啊！我才想讲，楼卡遮楼个着。嗯，这晕倒嘞，我无转来，你怪困假罗哩个。哎，到底是安怎啦？你饮到一面红光光啊！怎有这样欢喜哦？我知影，恁老爸哦，一定是咧欢喜讲哦，即个月应该来手术嘞，当较尔来顺利。啊，新顺应口罩啊，我会当安尼团圆。所以真欢喜哦，昨日哦，刚刚去找阿叔饮酒啦。错，假牛，我嫌假无关呢，假我饮无，那是我用阿叔伊口罩饮的。啊，是为了阿叔这样，你到什么代志？啊，伊即摆开口罩便宜啊，阿叔伊即摆有某啊，阿娇要流浪啊，阿三姨也有妈咪啊，啊，你敢袂会欢喜哦嘞？不可能，啊，美琴不是无爱让伊妈妈回去。刚讲因母仔囝误会拢化解啊！歹势，这件代志哦是一个吴正阳错配哦，阿是啊，最后头高志梅老爸下联手指头，当时前面都关起大事，你最了搞人出来处理这代志哦，这当然咪冤枉啦！啊，想影无影啦，刚过伊讲美琪来做哦，听伊口气对因老母足不满的呢。哦，你这人哪搞哦？有法度超过因这个家庭会当圆满咯？不要怀疑我的实力啊！我你还是你去应当看卖，看是你不搞到团圆。哦，不怪哦，不怪阿叔在里边赶转伊哦，原来就是因某伫厝咧等伊哦。说免咯，啊，哈无喊二十年啊呢，啊，这只某转来，煞要赶紧转去处理哦。好啊啦，欢喜啥呢？啊，该处理拢处理好啊，啊，该欢喜的嘛拢欢喜过啊，啊，不该你咪嘛你咪做啊，赶紧困啊！袂咧啊，这庆祝咧！我处理伊口罩，但是处理到这么水气，我若无家己庆祝者，我对不起我家己咧。哎呦，唔免庆祝啊啦，有影啦，
即届哦，阿西因你口罩会当传染哦，拢是你的功劳啦。啊，问题哦，人是已经无转来，啊，甲你嘛无关系啊。啊，你是当休困啊未？我天啊，兄弟啊，我庆祝袂起你个。人因家己会晓庆祝啦，人会暗哦，阿西有某，人好揽啦，你无啦。我无，你提醒我袂死哦。我敢无影哟。人阿细也无某人染，啊！你个个是染枕头尔。我恨你啦！你敢袂记？打死你啦！莫阿妹话啦！你话嘛有？我无母，你嘛无憨的，骨肉皮肤妹，皮肉骨头生的。当然，阮无阿妈已经几啊十年啊，阮已经惯习啊。妈妈多谢。戆囡仔嘞，讲什么说多谢啦？这是妈妈应该爱做的代志啊。嗯。我让你娶到妈妈，奶奶做这会，我真欢喜耶。唔干那是你欢喜尔，妈妈嘛就欢喜的呢。美玲啊，妈妈以后会好好疼惜你，绝对袂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。妈妈。甘命有